小键盘，吃柠檬口味的。长成这个样，我们家铁子有没有认识他是什么的？大地雷一样，手感超级超级好。认识的评论下方打出来，等会儿我们就吃它喽。哎呀，手感太好了，哎呦！来吧，朋友们，今天来个海螺吧啊，吃一个。嗯，看看，墨汁啊，吃个老铁们，扣个一啊。进来，老铁们给个双击，因为喜欢双击的老铁们都是有福气的人哦。今天来个特殊吃法啊，神秘辣油，裹点蛋，这么拼就为老铁一个小红心啊，能满足一下不？一个视频吃完这个鱼粉啊，如果成功，大家给我个深度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小胖子来一个啊，大鱿鱼。来只黄金澳鲍，最有食欲的黄金澳鲍。嗯，超有食欲。不卖啊。还没到时候，公的。加味儿给它去掉。还没到时候，我先尝尝。再来个母的。肥不肥？不肥，这会没到时候，还比较瘦。味道可以，就是没啥肉。啥话不说？特大号的虾尾来上一只，喜欢吃的你就双击双击。嗯，特别过瘾。开一个古巴龙啊，这个炸手，哇，全都是花，看到没？嗯，肉特别香。这是鸡翅根儿，12:30直播啊，吃这个。这是鸡腿，然后还有酸辣粉，还有苞米。给个双击，12:30不见不散啊！